哎，对，然后现在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，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说什么，跟大家聊一会儿。今天是那个第一次尝试啊，然后咱下棋的过程中确实没太好的机会跟大家这个交流啊，我觉得一边下棋一边说太多话，好像对对手不是太尊重，而且这边的这个老人家也不是特别适应这种感觉。我这你这我现在有人能猜出来这个是？在哪个公园吗？反正环境刚才也没有拍特别细致。那没有打对啊，他找不着，俩给他送的，就打俩，知道吗？俩四，俩八，俩六，老爷子没转，你俩都没转，我写的啊，我打大了，没转，你俩大儿过不是？为什么我打大？我打发发发也没有，发来匹配，没有对。哎，就我捞他整牌吗？什么这么大的那个？好，那我给你放完啊，俩四、俩六、俩八。我说这玩意儿，逮他的我玩儿，你俩也是大儿子。就是那那谁，就是他杀你下杀他的问题。我俩是一个大哥，这俩咱俩按的，哪有猫？冲锋的都。莎莎，你让他走。还是人家让开车，来了，那哪来了？他捞不到你这事，还捞三叉，开个短架人，那我不捞，我也盯他的牌，我告诉你，不对，这个你仨看流动度大的，你臭，你这怎么的？不是，跟一个二公，对，你那你大二公，我就这样臭。一边去，相当的臭啊！不是，那还没着急呢，你这也这也这，我吃我刚才买的，刚吃完肚子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拿回去吧，你吃吧。我这得吃点，咱们都没有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咱俩吃，别我你拉猫，别。看您的呀，那我去那儿。你拆又用你拿回来，就还三板没东西。老爷媳妇这俩帽，我告诉你，要刀。那我也卖。没有。没有这个干大包了，你有，你俩来打干大包，不，没有，我来听，好吧，干大包，你这干大包啊，干大包，干大包，你们都不杀，快上去，你得，弟兄弟，我这也一百的，怎么？不。没有，哎，十好，那可不完了。上到太呀，上到太呀，你给我点肉吗？上到太，我不要。哎，对，你要不要？我这俩二的应该没费。我再上到太，这边再上到太，我再给切一刀，不就完了吗？把俩杀，你们这俩。哎，好戏。啊，爸，没有。你看看，看过。一只。一直要求摸一下边上那只小三只，待会儿动，待会儿坐着动，动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对，别在那儿坐着啊。
快啊！走吧，你还有几张啊？一张啊！有你就吐，没有了，不扔了。你看，还吐车啊？你两下呀？哎，比如你上一张开才出个差，我灭你一道。那我怎么管你啊？那你让我怎样？那是啊，灭你，我灭你。还比你家还乱七八糟的，我俩还带牌的。是啊，那开到这儿啊？哎呀，哪个最大的资源？那得看呀，要不我他不能不管，咱开着。先往这说啊，这是坑坑里边，不是，这是魏晋，哎，不是，这应该是姓齐，他是齐鹏，太过不去，受不了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人在公园里边没有，没啥高手。我知道哪儿有，哪儿有？我知道那个在那边二环那个桥底下有一个老头，那个特高，比你厉害啊！特高矮，他那个你跟他下过呀？你知道幸福大街那边，我看人家就知道高的多了，那个高多了，我感觉你下不一定，真不一定。对，在哪儿？你知道那儿？就在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杭州都有人了。就是朝那个幸福大街，幸福大街那边，就那个二环，不是那个大桥那儿吗？啊，就那个桥底下。该背了。看看吧。就从这儿那个双井那儿进去，不是二环那个，就那个桥底下，夏天的时候，我见那儿有个老头，那个有个下的高的。夏天现在这会儿还在不在？这会儿不一定，这会儿不一定。我在那儿，我见过那个下的，确实好多了。走，干个酒，我打死他喝酒。我就见过那一个，剩下的在这儿。这儿最起码就是就听到前后边有个老头吵也不一定，他有的时候还能这回就好玩了。但人家他下我就感觉就一点边都沾不上头。对，后门还是南门啊？就那边那边现在没有，现在基本上没有。现在这段时间不怎么见他下来，他也不行，就是六七段左右，说是六七段啊，基本上都是在六段，正好八段的跟几段是五段，就看我说的那个。你心目当中最高是九段吗？二了，九段也是个，九段当然都是软件也好。哇，你这你都知道？软件都是。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九段在八段赢不了的，只就是软件。有八杠三的那个就算高的，是吧？每个人哦，你说的是夜八，你说是按那个什么，那个手机上那个算对。天天象棋啊，天天象棋是吧？哦。但是那个一般不用软件的，哇，说人家这个挺准确。天天象棋是。人家考官挺准确，给你下一关就能给你定位了。扎的，你扎走，扎的。哎，别说那看人。你他俩，你冲的你不行了，你俩就一差，你挣这儿吧。要是我让我站我站这样，你说了呢，你还我跟你都说了，我站一站。是，你那还挣不着？我让我参加，你干嘛参加呀？打三家，你这还你这哎，你这先放纵，你打，我打五六局，他俩都没没有，因为没对儿，我管他没对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猜对，开始搬进队啊，对呀，你们必须这样，我一个一个一个斗，对完了这都丢了啊，还不对。把那个敲掉，那个不要了，你反正那个不要敲了，敲了在这儿退的打两个嘛、哎。要不他老这么跟你来，你不是？多敲完事儿。我一逼。那我敲了他。我看分居打居。这人正好把我居封住了，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的，看他过了兵，这上一上马的把狙全封住了。站牌了，这家。
回了。你是几个孩子？小白。那你现在先吃吗？先吃吗？你先这么打一下呗。你看什么意思啊？冲你的牌子。我打一下就得。一瓶不是正好赶够吗？吃我爆了。来，一瓶怎么？一瓶你泡再过去，再准备下笔浆行不行？不行，没都给他打的。那你现在人家都过来了，你说这你没走的就。不让动，你这至少得下去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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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
一目了。对啊，怎么你能看到的什么棋，你想走的人家都知道。我有听懂十大哥，我有空。我不能，所以我就不想了。到处乱了，对呀。我这腿我就得坐着吧。那就要不你就坐着。哎，对，好好的，你俩坐着能不能？坐吧。啊。好。他给你看出来，给你设计，你我的腿来了，再转转。黑王八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好大的吧？你会玩牌，你这嘴不好看，多多了是吧？不会玩牌。这个棋在庄局就很难走，因为到最后边，肯定就开局就不行了。那跟我算了，该走走啊。你看人家走到，最少都在跑。输了，现在不行，来，我再下一盘，玩一玩。三碗，再试一下。我们滑还是我们来点表演性？好，没有吧？是。让个什么马呀？什么的？是不是？让个东西。